大家好，想分享一些关于前追生这个术语，在僧伽札经经文里是有一页是有提到的。什么是前追生呢？前追生的印度梵语是 Ganda。 这个前追生是印度梵语的音译，就是翻译自 Sanskrit 的声音去中文。前追生的意思为声名，就是指寺院中的木鱼、钟、磬之类的，意思大约是钟、磬、打木、声名等可打而作声的东西，就称为前追生。最早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钟都是用木制造的，也叫做前锥，译作前锤。佛藏律部的典籍记载，但凡是钟、磬、石板、木板、木鱼、真锤有声能极重的，都称为前锥。因此背弃最初的名称也叫做前锥。南无僧伽札经。